原标题：秦二世胡亥本来要重用蒙毅蒙恬兄弟，为何又将他们杀掉？秦始皇驾崩后，胡亥虽然登上了帝位，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名不正言不顺，必须首先剪除异己，方可高枕无忧。宠臣赵高更是清楚这一点，就此赵高向秦二世献出了一套血腥味浓到极点的铁血政策，其内容是变换刑法，使法律更苛刻更严酷，让犯罪的人连坐受诛乃至灭族，消灭大臣，疏远骨肉，使贫困的人豪富起来，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，统统除掉始皇帝任命的大臣，换上二世的亲信。这条铁血政策得到了秦二世的认可，一场血腥屠杀随之展开。首先遭到杀害的是蒙恬、蒙毅兄弟。秦二世本想仍用蒙氏兄弟为将，可是赵高因早年犯罪受过蒙毅制裁，怀恨在心，捏造说先帝早就想立胡亥为太子，只是因蒙毅建祖才未立成，于是二世就打消了释放蒙恬的念头，并把蒙毅囚在了代郡（今河北豫县东北吕仲）。铁血政策确定之后，二世遂决定先拿蒙氏兄弟开刀。他派御史曲公到代郡监狱宣布蒙毅罪状，令蒙毅自杀。蒙毅据理力争，曲公知道二世用意，不听蒙毅申辩，逼杀了蒙毅。二世又派使者到扬州逼蒙恬自杀，蒙恬希望觐见后再死，不允，最后仰天长叹，服药自杀。蒙氏兄弟死后，秦二世让赵高主管办案，赵高罗织罪名，大批朝臣被杀。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杰认为将相不辱，相继自尽，每位大臣含虚而死，往往还要连及一串亲友，就是担任宫廷警卫的亲近侍臣三郎官，也有不少人无辜受害。屠戮中，赵高乘机安插亲信，兄弟赵成任中车府令，女婿严乐为咸阳县令，其他如御史、谒者、侍中等要职，多更换为赵氏人。秦二世毫无心机，以为赵高安置的亲信就是自己的亲信了，因此赵高如何安排他根本心不在焉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您喜欢本文，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大鹏说书，账号 The Pan Shu O Shu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